黄花蕊粉色花瓣衬点粉红，美丽樱花开满枝头。淡水天元宫的赏樱美景，假日吸引不少游客。很美，这样又有一点像血的感觉。漂亮啊，像边好像一本一样。 抢拍樱花，游客手机相机全出动。苗防疫及食物号全数樱花会开满，延续到3月底。另外一个亮点，还有2016年8月病死的英王，苗防当时隔了3个月，在同样的位置补植了一颗小英王，现在也逐渐成长中。有很多游客又特别来，看，怎么这样子好可？那后来我们就把挖起来，然后把那个泥土、把那个土又晒又重新消毒。 移植成功，然后去年就有开始稍微有开始，开花了。虽然目前树为直径只有先前英王的一半，但成功移植，苗防预计5年后会再现英王的风采。3月赏樱花，连内湖的热火公园也涌现满满游客。之前的花框很漂亮，现在是比较要结束了吧。 粉色爬虫樱点缀绿叶枝头，民众拿起手机捕捉美景。现在乐活公园约莫还有50到60株的樱花，预计花期还能维持一周。春暖花开，民众赏樱也要把握时间。记者阿公雅麦、梅凯婷、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